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份爱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。就算他来到找我代祷都没用，我都代祷不到你今天这个罪你犯紧的话，那我就明白呢，因为 JN 不去，其实很多书关于 Council 的，但是那些 Council 就算要拿圣经用都好，那我才知道明白为什么很多教会一味用 Council 方式是不会带解救，是反而对一就可以了，对一你就可以了，对一你找一个肯受教的教他，那他根本就都未遇过嗰啲问题，佢就可以 avoid 嘅。即系无论系疾病啊、被压制啊诸如此类，咁一早就已经可以有一个十个当中，你拣一个最受教嘅，就对一佢。咁咧就仲好，就反而咧宁愿大诈对一，然后呢大诈对一咧，佢就可以用跟进方式去帮人。但系如果我嚟讲咧，就哇好攞命，仲辛苦过预备一篇信息。通常每一次去管教嘅人，我一定要通宵一两晚。又要收恩赐运作，又要去预成套说辞，能够使到个人能够承担得到，同埋能够改得到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就会唔 work 啦，即系帮唔到佢，解决唔到，即系件事就会重复又重复出现呢个问题。咁喺外边教会就系好尝试噶，就系、是、永远都帮唔到人，重复又重复。因为六九翻嗰间观塘教会就系咁噶啦嘛，个个人都系重复又重复翻个问题，十年八载都系咁样。但我哋教会唔系噶嘛，亦唔可以系咁噶嘛，因为神真系做到帮到佢哋噶嘛。咁所以变咗，帮性格嗰度就 counsel 上好少话叫做好成功地帮到性格，因为你知啦，性格其实唔系改一件嘢、改一件事就得噶嘛，即系要成成个睇法同埋，即系自己克制自己已有嘅嗰啲嘅坏嘅性格啊嘛。咁但系对一就得，对一就 OK， 对一就可以慢慢慢慢帮。咁所以变咗，通常我会系好依赖嘅，直情系依赖嗰个人问问题。点解呢？因为如果你主动抽佢个问题出嚟讲咧，佢就又觉得你系咪啊？但系佢问起佢自己嘅问题嘅话咧，咁我就会喺佢嗰个问题嘅方向走翻入主题，去帮佢喺自己性格上瑕疵去收拾咁样咯。咁但系通常系一个慢嘅过程，但系因为一般人连省察认知自己性格有问题或者边方面性格有问题，都是已经是很难。咁而就算连我都不是咁易分类到嗰个人是乜嘢性格有呢啲问题。即係会导致直至到佢有可能 raise up a problem， 有啲压制或者有啲咩。喔、咁我先至能够分析得到。咁所以变咗性格上嘅收削同埋教呢系一件好吃力嘅事。因为就算你知道你都唔能够可以好直接同佢讲。因为就如我所讲啦，总之嗰个人就会好容易即刻觉得你针对我。你接受唔到我呢个人嘅直性系。咁样。咁所以要比较用被动嘅方式啦，即係提供一啲嘅智慧啊、资讯当对一啊，咁然后佢自己 raise up 佢自己一啲嘅信仰问题啊，或者係经历啊，咁然后就针对佢嗰个问题里面去了解多啲啦。因为人与人认识根本係好窄嘅咋嘛，即係有时如果你认识个人得两三年，係咪？因为二三十年都唔係等于你认识个人好多㗎嘛，好多时。咁何况你认识得两三年就已经开始对一啦。咁所以就一定要好依赖佢问问题嘅，因为唔声唔声嗰人有阵时一问问题，哇！你先知道，突然间先做，原来你个智商咁低嘅，咁噶嘛？即系圣经讲啊嘛，你唔出声，俾人觉得你有智慧噶嘛？咁好多都系咁嘅，因为我始终都系永远我看别人比我更强嘅，咁但系哇，有阵时真系一开口嘅时候就发觉，哦，原来佢哋，所以我唔能够话盲累累假设咗佢系乜嘢程度底下就去将资料教。通常都要等佢问问题，等佢日神佢自己所遇到嘅难题，咁然后再针对嗰个去帮。咁但系咧，基本上系好难全面帮一个人嘅性格嘅，因为太广阔啦，太多啦，太全面啦，只能够针对嗰个人喺侍奉当中选择咗乜嘢方向，喺佢侍奉当中去修改，使佢喺侍奉当中去做得好，咁就变咗有个叫做有个 ground， 大家可以倾到偈。即系大家去坑所度，但如果连呢个都冇咧，就难啦。咁所以如果个人拣呢个侍奉本身就唔系牵涉太多性格嘅话咧，咁变咗我就好难帮到佢好多性格，佢就会多数维持翻佢旧有嘅性格，一路咁多年对人咁样。咁如果佢譬如好权威咁，佢属于我收削嘅性格最多，因为佢拣嘅侍奉咧系会牵涉到执行啊、管理啊、
處事同埋睇事法。咁嗰啲我唔可以收着嘅，我都話俾你聽，你點解你咁睇呢個人咧？係因為你咁啦。咁所以要睇下嗰個人喺對一咗之後，佢侍奉咗之後，揀咗乜嘢方向做事，咁去選擇。咁所以係一個好複雜嘅程序。所以性格十公世最好最易就係嗰個人自己觀察，然後見到好嘅榜樣羨慕，然後自己改，咁就會慳咗領袖好多功夫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做領袖根本你點幫到咁多？幫唔到，因為連你自己直接望嗰個人睇嗰人，你都根本唔知佢個心諗乜嘅。係啦，同埋佢本身嘅性格偏向乜嘢，甚至連佢嘅智商嘅級數係啲乜，都會影響你究竟用乜嘢方法去探索佢嚇。即係比較深啲嘅字眼佢都唔識嘅，咁樣你點探索佢？咁所以嗰牽涉到都屬於好多嘢，所以對一根本係比探索更加幫到人，即係更加幫到弟兄姊妹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爱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。神啊，我要诉说，向你宣告，愿你是王，我将心交托，恳请你导航，诚心谦卑反省，撇弃骄纵旧往自我，随着你话语导引，让我闯，让我全信服你，今再不自恃自我去望，离弃情欲罪恶，将这生奉献为你发光，求圣灵辅助我战胜最前累困锁，恳请上帝进我心窝，请引导我作我王，常运行在我心，荣美释放。